包括一些新疆的好苗子，现在一直都在球队当中。嗯，哎，这一次并不意外，又叫射门，射门飞出去了，扳平了。一脚远射，而且湿度偏大，相对来说球速啊，远射的话球速不会有那么快，也确实是给了球员一些难度。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，这边说话间许晴直接外球，哦，后防线已经压过了半场了，直接跳身后，这是一个机会，单刀球打门，球进了，一比一。哇，这是身体，哦，一方这边也进球了，一方呢现在是一比零，暂时领先了浙江毅腾。那这样的话呢，继续保持和我先看这次进攻，头球点下来，直接吊门，球进了，三比三呐。这时候你不能够话夹硬落脚去展现我个勇猛啊嘛，咁你个波到咗咯，行住唔俾佢顺利转身，你已经完成咗你嗰 part 嘅工作噶啦嘛。咁其他仲有十个部位嘅，其他队友喺其他嗰几个部位嘅队友，佢都仲会适时地去调整翻噶嘛。咁你無啦啦啪一聲掃低，即係送咗個罰球俾對方。哎呀，牙煙啊！哎呀，響雞添。哦，俾埋十二碼應該就係啦。話唐德超埋身狠嗰頭啊，定係話桑哥有啲掹咧？我睇唔真啊。但係唐德超都有啲老莽。咦，嗰邊啊，仲係爭射十二碼喎，兩個睇住啊，攬住個球。佢又話我嘅。啊，嗰個又話我排定噶啦。睇下呢個波第一時間中路出啦，都幾靚嘅。哦，唐德超啊，佢自己系慢咗嗰下，然之后仲要夹硬担埋落去咧，就吹得噶啦，吹得系动作上系你接触唔到皮球。系呢队新疆啲球员普遍老波骨啲，喂，仲未争完啊？咁赛前系点部署嘅咧？咁啊，真系未必系好事喎。睇嚟咧就。阿巴巴卡同埋阿伊科拉兩個人爭，阿維森特咧係做嚟做和事佬嘅啫。咁啊，李軍你賽前點部署噶？其實我覺得李軍應該係有部署，有嘅。而作為即係其中有一個去爭嘅，冇錯啦。應該咧嗱，我冇估計佢錯，應該就係伊科拉嗱有信心，係佢啊點佢都要搶住嚟射。咁就變咗阿古爾要走就佢咯。咁啊，依家但係就爭完之後嗰啲情緒受咗點多嘅影響，唔知個效果點㗎嚇。嗱，射就你射啦，九號仔。你睇下佢爭翻嚟嘅效果得唔得啦？唉，好在都爭起。咁佢就咧就。依家都仲有啲痛苦狀咁啊！簡簡單單搞到你二比零都得啦！啊，真係係係點啊？而且的確，新疆在這段丟球之後反而氣勢很盛啊！對，徐晴。再教阿布杜海米提胸部停下来、横着扫进去，左边球门，这球进了，又是的确在这个头球优势上面，对，看看，哎呦，这球啊，一个单刀球的机会，自己带球往前走，进了禁区，面对门将，换开右脚射门，球进了，哎，这是杀死比赛的最大连一方。咁啊，今季只输过一场波啦，六胜一和一负啦，好似19个积分。系啊，咁啊，并且就即系上一个嘅上一轮嘅联赛啦，就上海申鑫方面咧都输埋俾梅州客家，所以目前咧其实能够保持住不败战绩嘅咧就只有系北京人。咁啊，但系北京人王同埋大连一方啦，本身今轮嘅比赛咧应该就会上演一场咧就榜首大战，直接嘅对碰嘅。咁但系因为喺北京方面啦，需要系有呢一个嘅一带一路嘅一个高峰论坛啦，咁所以咧暂时就将呢场嘅比赛咧延期去到咧7月29号咧再行进行嘅。
咁啊，所以就暂时啦，榜首嘅两队啦，咁啊，今轮之后咧都会系小赛一场啦。咁啊，亦都系俾到咧，就即系石家庄永昌啊咁呢种咧，都有意向冲超嘅球队，进一步逼近嘅机会。威灵咩啊？哇！冇啊，咁啊，包括系山陕西浐灞啦，咁啊，又系而家嗰队嘅北京人和啊，咁啊，仲有上海申花。包括埋啦，武汉卓尔咁三度效力啦，武汉队嘅，包括之前嘅光谷啊，点边又系威灵，真系已经系唔入入亲到世界波。Feel. It's your world, my world, our world today, and we.